太郎。好，好，好不？我叫我的进来，我要叫我的狗进来吵你。你可以叫你妹啊。我叫他干嘛？哥。因为忘记是你妹还是阿金那边的，说知道我是谁啊？他都有在看你的影片呢。那他怎么没听到你的声音啊？因为我没剪出来。他不看魔物类的啊，那我又不会跟你玩其他游戏。也是哦。啊，他只看，他几乎都看那个麦块，那个麦块，那个 H 香瓜哥的那个，我真的没有在看。这个左右中指啊，哈哈哈哈。好，交给你们，我用一下。好了。哇，好卡，好卡，好卡。哎呀！到了。哇，到了。好。我现在手上这把锤子啊，它是三片斧头的刀刃。那还不能断尾。对啊，没道理啊，什么游戏啊，什么游戏？哇，好卡！哎、欸，好毒，好毒！我不进去啊，舅舅！我找不到我了，我找到你了，宝贝，你只给他，你只给他。他红眼呢？手撞。啊，给你给你。不小心。没事。嘿嘿嘿嘿嘿。我已经换装备了。我已经把装备凑齐了。好香哦。只差珠子了。好羡慕哦！不用羡慕啦，就说缺珠子哦。啊，你不拨，你不拨尾巴哦？对哦，这么不想要了、哦？感谢提醒。那不给我，给我挂个台。不行啊，我玩魔物不能挂台、啊。叫你妹啊！他不看实况。啊，他哦，他是看我影片哦。然后就是看你的。YT 那个 VOD 或是精华这样子哦，他会整个 VOD 看完哎、欸，然后每个视角再看一遍，他看你的视角看，真的假的？他超屌的，我说他在干嘛？可以介绍一下吗？想认识他？干，你都不想认识我了，你要认识他吗？看，都跟你熟到烂掉了，认识什么啦？但要有一些新的。要有一個现在唯一认识你的地方也只有 Discord 的好友跟 Steam 好友而已，那多么可怜！哎、欸，我要有新的客群啊，不是新的客群啊，要新认识的，我、要怎么讲？因为之前我卖东西也有就是在我的摊位上面直接跟我讲说，你每个记录档我都看完了哦，我那次听到这个我都觉得好感动哦，我抓住他了，我感受到了。抓住他的抓住，嗯，我要被死，不要讲这敏感话题啊，我才讲被自杀之类的。哎呦，干嘛？刚选完哦，不要闹哦。怎么没？那可以再马啦。靠边，一个小尾巴。
二龙，好好。哎、欸，这是捕获人，我的，大家一起。那个打最痛的捕获人，我注意点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好。不会被撞死啊！两边撞死，跟你讲。这不会吧？会撞死，真的会撞死。 我撞会撞死，我撞到现在还没有骷髅头。哦，我们刚刚也以为没有啊。我们刚刚打那个红莲暴鳞龙，他完全就是很健康啊，突然死掉了。讲你讲的我好怕。是不是该多了？好，都上看，都上看，我有。哎，没补，这新调还没啊？对啊。 哎、欸，会卡、欸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、BS 在搞你了。嗯。你在打什么？对，蛮二龙。蛮二而已。蛮二？怎么会有蛮二？我在刷天灵啊。哦。我需要八颗蛮二的天灵啊。哦，厉害了！哎，四分钟了，加油！啊，我说接他的。 是要做他的武器啊！我要做炎黄的，炎黄哎，两个天灵，没有，这还有王法吗？没有，神经病，好爽啊！以后不要叫我帮你打了。哎，干嘛这样？你装可爱没用，叫你妹来，来。 用同样的口气讲一句话，一样的话。干嘛？好了，开炎王任务，我要炎王任务，你们不要转移话题。炎王，哎，没有要打黑，没有要打黑狼。打？不是啊，你看我能不能进来再说吧。对啊。啊？打斗技不是吗？你接接看看我能不能进去啊。对啊，斗技。那要看他可不可以进去啊。 需要，是二续等以上。我几等啊？你有啊？我看不到我自己等级，我二三等兄弟。哈哈哈哈哈！他解放啦，他打完天地啦。哦，没有，要看完剧情呢。我放心有啊，还是要剧情看的吗？对啊，剧情之地的。 好，我现在去看，我现在看雷爽没，叫你妹过来，叫你妹过来，干嘛啦？想认识啊？没有啦，对不起，没有，我刚在喝东西，还好。我看，就看三只，叫你去抗雷狼龙而已。抗雷狼龙是不是？嗯，去看看，看看，然后听他的专属 BGM。 我没听过哎、欸，我不知道音量调好低、喔。他剧情没有听到他的BGM，没有，我把音量都调很低。踏板全攻击，钻石跟他跟血龙一样都有专属。踏板全攻击，哇靠！我nice，我只有火耐性是正的，其他都负的哎、欸。嘿，那种，哇，任务接龙啊，等一下。 我还在翼龙上面，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再接啊。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那不是去巨魔之地，怎么是龙结晶？
没有没有，等下就知道了，等下知道了。你不是喜欢看剧情，欸、要剧透你吗？我是没查，反正我看的差不多了。好。后面你的猫会死。十套。嗯。我早就想养一只新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这个王是奖励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哦，追着保险金。哦，你说黑狼鸟？为什么会有黑狼鸟？他说斗技场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抓到就有了。你去哪里抓到？你自己打完了、哦？在巨魔基地出现的。你自己打完了、哦？没有，那个我还没打。哦，那、啊、不然怎么会有？巨魔基地有吗？捡到自己、哦。那时候，那个是那时候我加别人巨魔基地，然后他抓，哦、那我就正常啊。哦，那是抓到完自由任务就会有，随机运气的，运气的。哎、欸，不是抓到就有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运气的。啊，所以不是常驻。嗯。啊，不是常什么、啊？你抓到不一定会回到。抓到之后在自由任务就常驻了，是不是？不会吧？等级不够吧 ？ANA 不够吧？没关系啊，等下打就知道、啊。是说我听黑暗鸟的那个血量很高、欸。有你在，有多高？并没有。我麻我晕，给你剁，够了吧？可以。挨爆！你挨爆在冰原，它算有点用了，但还是没有用。汗血，我觉得麻的出现频率比较高、欸。啊？麻的出现频率比较高，睡着。不是，是我打击的次数比你多。哦、而且最近，而且猫咪的麻的币的几率是变高了。对啊，我看一下哦，高超超跟哥西打那个雷二，他猫咪麻三次哎、欸，超强。然后我们陷阱又放了四五次。对啊，超好笑的。然后我普攻三下，跟风那一场跳上去四下，他是不是有改猫咪的装备了？我去看一下猫咪，猫咪，哎、欸，你可以做新的猫咪的那个啊，麻棍。哎、欸，可以啊，可以做的、啊。有啊，巨甲虫的啊。哦，可是我好像没有巨甲虫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哇、哦，好卡！跨界，跨界，我跟变什么装备？他的外形长怎样？就铃兰猫杖啊，一样的那个啊，铃兰啊。哦。跟麻痹变成190。有了，我看到了。给我插一个浓缩麻痹袋。那个。他原本的那个是多少？原本的，看一下哦、喔，跑去了，多爽没、欸？跑去了，好、喔，75，那多25啊，15吗？70，9，我是不是要跟着艾博走完才能退出啊？哎、欸，还有精英的、喔，有啊，哦，没有没有，看错了，他给我回到下一个。这个武器，哦，我是分页开太多才会卡，有可能啊，可以砍一些，哈，全都是新手进入冰原建议，大锤选择，什么鬼东西的哎、欸，一堆啊废话，只要有人做就一堆了，对啊，所以都开这些分页啊，天哪、啊。我要去玩猫了。哎、欸，我要去哪里找雷狼啊？我怎么找不到、啊？跟着地图上有那个红色的警示号。那 Apple 走，Apple 走很慢啊，我不想跟他走、啊。哦，是 Apple，、啊、那个等他、啊。要他到才有触发剧情。哦，好吧，乐色。靠近有。好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哎、欸，武器也不是可以换装备来看。逗猫棒，大盾吗？我觉得你比较想要逗旁边那个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还好。
等一下集会所。又不是鬼月老师的剧情。好吧，空白键按着。我看完剧情就好了，我在看剧情。没有，你至少要找到那看完动画才有才算。对啊，我在看雷狼的剧情啊。应该有，等一下就有 BGM 了。啊，真的我看过了。反正就不能消掉。光虫。所以你还是乖乖的看吧。哇，再起个雷狼。不会是前几名排名的。Nicely， 我是不是飘走了？哎呦，怎么会飘？奇怪，奇怪，错觉，我以为是错觉。我有银弹啊！给我龙的票据啊！哎呦呦，你有飘啦？对，而且这个母汤，我穿魔了。直接穿模，哎，怎么那么多蓝调啊？哇，是王甲。你看完了没啊？我看完了，看完，我在返回了。哦。想说你再不看完，我要都要赌第二轮了。啊？那个啊，蒸汽。哦。我39等了，现在。呀。哦，我的接任务。假崩了。希望不会断线。布里熊，熊布里。布里熊，熊布里，布里熊，熊布里。我怕等一下要变成线下我一个人打。One two three， 没关系，我们有三个人可以打。厉害了！参加 everything。One two three。One two three。狐狸熊熊，狐狸狐狸熊。我记得整段好屌。看。好吧，下一把玩笛子好了。我吃饭，进去再吃啦。啊，我进，我进。真的是哎、欸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开舵啦！
要被剁啦、欸！有东西耶、欸！弄啥？应急要大。哦。哎、欸。干嘛？都你的了、喔。抢我的药、哦。我劝你。都是我的。哎、对。啊，干东西捡到没事有。发现问他魔物。哎、欸，交给你撞了。那个石头，有石头在里面，说走到里面就有。哇，好硬啊！哪边硬？身体吗？身体对。啊。哪里硬啊？哇！哇！啊，三回。乱动！啊靠呀！没抓到我。好，又多推。哦，我抓起来啊！对，快，有这么痛吗？等下他会毒哦。会啊，他是毒家伙啊。跟神奇宝贝啊。是弟弟，哎、欸，落石落石落石，我去，没落石落石落石，哎、欸，好像不行哎、欸，可以快 ，is， 干，啊，你不是你要骗我，不是啊，他的头在那个落石区的范围内呢，没有，太小了啦，假的不在，抱歉，我很抱歉。没关系、啊。我请你吃饭啊，来走。哦，蓄力啊！这火锤太快了吧，连飞步的机会都没有。他速度就很快、啊。我的爆炫技，鸟龙种的病哎、欸。好吃好吃，鸟龙种的骄傲。对啊。除了他以外，鸟龙种都是废物。他为不是还有个什么豆什么老师吗？怪鸟啊！大怪鸟，什么酷酷啊？那是超烂的，好不好？就是跟你刚遇到蛮乐龙的感觉一样，会觉得很强。哦，是守门员就对了。哎，就是刚开始新手的守门员。啊，下来了。好，再去第一。哎，我没有石头。哎、欸，他累了而已啊，没有倒啊。没有，他倒了。哦，骑乘了，白痴哦。干嘛啦？问一下，我以为他睡着了，我以为他睡着了。他马了。我本来骑的不要整个呀。现在没有动，又倒了。倒了，好可怜啊！为了你们做这套装备啊！哎呀，装备又马了吗？可以撞，没有石头，来我来，来交给你。走路画个尾巴，画尾巴，走路画，画。哦，杨酷酷老师啊，想起来了。杨酷酷那个就是怪鸟啊。我知道啊，我在想他名字嘛。哦。你给我机会想、啊，就学名是不是 ？OK， 过来。他生气好像会破坏陷阱呢、欸，是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哇，你怎么那么凶？他跟金狮子都很聪明啊。我去驯龙好像也会、欸，我记得驯龙也会。我去捡石头。完了。哎、欸，我飞了。没劲，他去追你了。是哦。哇哇哇哇哇！我躲过了。刚刚那个真的很奇面族哎！哎呦我的天！哈哈哈哈哈！觉得好累。这个就不能麻了吧？还可以麻的。
我气呀！打啦！滚啦！断尾啦！跟大剑的努力不懈。 我的，我靠！黑狼鸟疯了吧？黑狼鸟疯了吧？该睡了吗？啊，睡了。哎，我有石头。我有尾巴可以挖。好，我等下超解它。不要放头啦，这样。我会掉下来吧？哈哈。对不起。 水啦！可以的。我发现他红点还可以撞哦。睡着了。刚睡醒脚的那几秒钟而已。所以我才想说，那要不要我马改成睡？没关系啊，有一个麻剑跟一个棉锤跟一个麻锤。就是、你怎么了？你只是讲不出话。 哦，开飞了，飞爽没？哎，这只没有捕获起来，是不是任务会不见了？是，哇，不是我开的哦。我怎样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已经有黑狼鸟了。我们没有可以打的黑狼鸟。有，我们有，只是你不能打而已。看，你说巨魔吗？ 对啊，巨魔之地啊。可是等我可以打啦，我只要进你们了就可以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要有你要森林山。我也要山哦，我不能绑你们的。你等下可以在我开台的时候去打到山，或者是你跟啊。他跟不进来啊。为什么？就是要古代树森林山啊。你的巨魔等级要古代树森林山，然后那个你的队长会给你个任务。 说去找黑狼鸟，我们今天下午就在找黑狼鸟啊。哇，他就像主线任务里面过到，他就进不去了。嗯，你还是要有个主线在啊，他因为他那个是主线任务，不是自由任务。好吧。而且他刚刚明明还很活泼乱跳，怎么就要死掉了？我这边看到凶手的长相，凶手。什么？ 哎、欸，要不要看我的画面？请去看我的台，我手都没有去摸它哦。<笑>我真的手没有在杆子上哦，它就死掉了。我看到一个人站在那边了，这画面是蛮好看的啦。<笑>不行，这样两一枪同时、欸、被在空中同时。我想说你们说它飞了，赶快按下去。 <笑>直接救他！我以为是要开大，还是怎么样？没有，你要知道他第一次，哎、欸，他有飞了，只是那个坠机而已，没想到第一次飞，起来就被剁死了。我怎么会知道？对，刚刚咬我们那么痛，打阎王吗？好啊，我剩十一分钟。啊，十一分钟？嗯，打得完吗？可以啊，打得完啊。 开台啊！对啊，好啊，开调查，赶快打吧！我一样就帮你们弄一弄，按在地上给你们打。哇，摩擦摩擦、欸，抹茶。有人用餐券吗？参加？那等下就是你们去用你们的那个、啊、森林。哦，你说巨魔的、啊？嗯。
就拼命拼命去狩猎森林的怪，然后剁死他。一开始只会出现大凶菜龙之类的东西。我操！素材拿一拿，把他剁死他。猫的 OK 素。调查。你看猫之翼有没有？没有断吧？啊啊啊！你不是担心会断线？我说不会啦。我以为说断尾。现在断线不是会变成单人血吗？所以没错、啊。会变回单人血吗？会啊会啊。它的系统会自动侦测你是几人啊。它不该断，它不该有尾巴。嗯，没错。我们的阎王也不该有尾巴。哈哈哈哈，头也不该有那么漂亮。哎、欸，我被丢包了。哎、欸，丢包 again， 丢包 again， 丢包丢包，在这光滑的原子上，哎、欸，丢包，丢包，我们可以。哎、欸，他旁边在烧啊。有啊。何人呢、哦？我知道我、我知道我怎么没有烧。你还想骗我？阎王的手都不对。就有阎王的装备还是什么，不是可以耐烧？那是耐热啊，就是它有一个耐什么耐热无效的，热无效啊，我身上就有了。咻你看我就没有被烧了。需要打快一点啊，九分钟了。啊？要直接开打了？也是可以，因为上面没地方撞啊，只有滑坡啊啊，跑来跑去你也好打吗？看你啊。要截住。要上面还要再一分钟啊！不然直接打、啊。好啊。我的天啊！哦，我找错地方，对不起。我惊好，我来啊。反正我是长枪。撞过了吗？还没。来了。来了。我撞车，在这光滑的。预备。开软。为什么我玩软尾巴会软到头去啊？这是个问题所在了。结果还是往上走了。哇！掉了。你让我好丢脸。嗯，他在的地方有墙壁啊，所以还好啦。这边没有脚。可以啦。屁了！哎，我吸到了！哎、好晕，好晕，好晕，好晕！直接晕，被晕了！你要麻？哦，麻了！啊，你躺了！好可怜哦！尾巴真的好小根哦，有够难戳的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啊靠呀！我要死了！哦，我在上面玩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喝水。啊！他去不去了？没有。